就知道送小猪最应景，民间艺术家捏出这一只猪八戒，要让小英大战国民党。小猪大战大怪兽的是这些呐。好，边啊有一个锄头哈。台十七线妈祖之旅第三天，短短三个小时，小英连跑五座庙，拿一炷清香许一个愿望，心里想的肯定是这个。咱若家己若大赢吼，我跟你讲，明年总统一定选出来啦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所在，嘿，那么80%嘛，应该有70%，是不是？有无？有无？嘉义县布袋镇大部分一家都姓蔡，蔡英文有了宗亲会力挺，马上定出胜选目标。民进党评估沿海乡镇热潮带动中南部选情，云林县的部分绿营估算总统票应该可以赢8到9万票，在嘉义县市渴望胜过蓝营7到8万票，而台南、高雄都要赢超过20万票，屏东县应加配至少也要超前国民党8万票。如此一来，蔡英文在浊水溪以南、云嘉南、高屏的绿营票仓加起来赢70万票以上，才能把北部和东部输给马吴佩的通通补回来。这届再讲全部是南北战争啦吼，咱南部一定爱赢，吼，咱就叫做波北波输的哦吼。中南部沿海县市跟25个沿海乡镇基层生活格外辛苦，防堵台十七线支持者立委总统分裂投票，民进党调整作战策略，缩小双鹰南北差距。三立新闻邱婉容、萧俊宏嘉义采访报道。